然后说一点 HTTP 2的事情，呃，其实来讲，现在在 React 的这个时间点呢，有很多的东西在呃，比如 HTML5、CSS3 这些都是不同的标准。那么 HTTP 2也开始，呃，现在出来要要有它也有要流行的趋势，所以我们大概了解。那么未来看什么时候它成为一个主流？首先说这几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HTML5 是呃 HTML 的一个标准。 CSS3 是是这个这个就是样式层叠样式表的一个新的标准。那么 ES6 呢是 JavaScript 的标准。然后 HTTP2 其实是在他们下边的 HTTP 协议的标准，它是一个网络层的协议，这个要要知道。但是呢，它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HTTP2 未来会自带加密，所以你不再需要 HTTPS。因为原来 HTTPS、HTTP 是名名人穿。 HTTPS 是在头加密，你加了密以后，你在网络上截一数据包，你不知道这里面要干什么。那么未来 HTTP two 是自带加密的，那么这个就解决了很多问题。第二个是头压缩，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 header，因为其实来讲，它这个加密和压缩是搁在一起的，它已经都加密了，然后就再再顺手压缩一遍呗。 压缩完了以后，它的整个头会变小，这个效率会提高。第三个就是服务器推送。我们知道，在 HTTP 一点零、一点一这个时代，基本上来讲就是我原来很形象说什么是 HTTP 协议。HTTP 协议就是两个人站在山上，你是浏览器，对面是服服务器，然后你喊嘿，服务器，我需要一个网页啊，服务器说好、哦，给你一个网页回来。然后你喊，我再又需要一个网页啊，我再给你一个网页。当然，阿贾克斯是说，哎，我需要一段数据，他啪给你了一段 JSON。 一去一回，所以这个叫请请求以及响应。HTTP 全部是请求响应请求响应。那么这里面就遇到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这个啊，画一下，叉二呢？啊，叉二这个是浏览器，这个是服务器啊、呃，这是 browser 啊、呃，这是 server。好。 那么，当一个请求过去时，它才会产生一个响应，这是前提。那么底下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比如说服务器别的地方进来改动了一个服务器的数据，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正在登录网银，你的网银上，比如说，哎，我比如有两万块钱，好，这个一定在服务器这边。那么你请求的时候，他把这两万块钱这个响应给你了，对吧？ 那么这里边写的还是两万。那么这时突然，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比如你有一个每月自动扣费的一个，比如信用卡自动还款的过程，啪，这个这个自动还款了，好，还了五千，这儿变一万五了。那我问你，比如说你在四一分钟前干的这件事情，然后三十秒前这个两万被改成一万五了。那么你的浏览器如果不刷新页面的话，你怎么知道两万变一万五了？你没法知道。当然你说，哎，我可以拿阿贾克斯每三十秒过一次轮询啊，这是一个办法。 但这个代价很大，就是呃，这感觉就像什么呢？我原来就说过，就是很多东西就，就是如果它不是回调，而入另一方轮询那个模式，就像阿贾克斯这种，如果没有阿贾克斯的话，这个方法会很笨，就是没、啊、car back，没有 car back 的这种情况下，它方法会会很笨，就好像说你楼底下有一个大爷，你说的这个我我我我我，哎大爷，我我最近那个买了个快递，然后这个、快递不让进小区，好东西放大爷那儿。 然后呢，你有两个办法，你这一个办法呢是每半个小时，嗯，你跑到大爷那儿问问，哎，我东西来了吗？大爷说还没来，好，你回去，然后又半个小时，你又过来问，哎，大爷东西来了吗？大爷说没来，好，你再回去，然后有可能是说上午你觉得这东西到，到下午才到，那你就跑个七八趟，这就是轮巡，在机器看来就是轮巡，我去问一遍啊，没改，去问一遍没改。那第二种情况是这样，我跟大爷说，我给你留一电话号码。 你你反正知道来了以后，你就帮我收收完了以后，你给我回来一个电话，那我就等这电话就完了，我该干嘛干嘛去。然后来了这个电话以后，我再回去去拿这个东西，这个就叫 callback，这就叫回调。所以那么在服务器端的这种就需要一种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服务器推送。如果你这边阿贾克斯不是轮询的模式的话，那么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办法，呃，他直接把这个数据给你推送过来，告诉你两万变一万五了，那么这个是你更新。 所以 HTTP/2 来讲，它会出现一个服务器推送的这个模式。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叫多路复用。多路复用这个要说一点，这个涉及到一个稍微底层一点的东西，我大概花一分钟说一下。这个面试时如果比较高级的，就或者问的比较难的，可能会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流水线，还有一个叫多路复用。首先，什么是流水线？什么是多路复用？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在你看来的话，它们的共性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同一个信道里边，我可以传多个文件。最早的 HTTP 最早的版本啊，首先我们知道 HTTP 上面是个协议嘛，就是一次去一次回，这就是 HTTP 协议。在它下边是 TCP，TCP 真正的是三次握手，然后断掉的时候是是四次什么四个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上次我出抖音出了一个。 题目，我说姐那个题候，好多人上来跟我抬杠，说那三次握手怎么回事？这明显就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HTTP 就是三次握手是在 TCP 层，是在它底下，你知道吗？事实上是这样，就是 H 在这个喊这个东西以前，就是 HTTP 在喊 request 的以前，它要先建立一个 TCP 链接。建立 TCP 链接的过程是浏览器端的机器，这都是机器干的，这都是操作系统干的，这跟上面应用程序没关系，是机器的操作系统。 和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之间先建立一个 TCP 链接，这个 TCP 链接建的过程中是三次握手。我们把它画一下，这是 TCP 链接，这上面也是 HTTP 协议层，它在底下先建立这么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建立的时候三次握手，三次握手的建立链接完事儿以后，当 TCP 链接好了以后，告诉浏览器说 TCP 链接建好了，您可以用了。然后浏览器呃大摇大摆的走过来说好。 我现在哎，我现在要哪个网页？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的那个整个 request 请求被切成 TCP，被扔到 TCP 层，然后切成 IP 数据包开始往那边传。然后等着的那边人其实不是在那听声音，他是在那等，在 TCP 那层等。然后等完了以后，IP 数据包来了以后，全部都重建完了，都对了，这时扔上去。当然，如果出现了丢包，TCP 层自己去操作，你上面 HTTP 根本就发现不了这一点，你就只能等。 然后它做完了以后扔给上面，呃，服务器看，哦，这是个 HTTP 请求，好，给响应，然后响应再顺着 TCP 层下去再回来。早期的 HTTP 和 TCP 之间有一个，呃，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件，然后它就一定是个 HTTP，一个是，是一个 HTTP 吗？它就打开一次 TCP，然后这个文件传输完了以后，TCP 就关掉。 那就麻烦了。你原来只有 HT 没有一个文件的时候，你这么干是可以的。那现在这么干就是这这这很很很傻缺的一个行为，因为你,你可以想见，你可以自己去，你你开一下百度，你试试，你看看它一共下载多少个文件。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眼。好，这是刚才是百度的嘛？我们打开开发者工具，Network。 我刷一下，嗯，哎，呃，因为换错了栏嘛，disable cache，嗯，source 啊 n i c e f o r k 哎，head data url。 这个怎么出来这么小啊？啊，在这儿，在这儿，刚才这个被叠在底下了。好，我们看看，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这是把这个扩大。 这个 net 这个浏览器里边的 network 这儿关掉是 disable cache 以后，你会看到哈，这是在我打完三 w 点百度点 com 以后，一共传输了这么多个文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十十几个吧，这已经算少的了啊。我们开一个淘宝，你看看，看了吗？有多少？看见了吗？你自己数吧。你要愿意数的话，是吧？ 这么多、啊、这么多文件，如果你每一个开开启了以后，开传输一个文件就打起一个 TCP，然后做完这 TCP 以后就关掉。哇塞，这你可以想象这东西有多慢。你开那几十 T 几十次 TCP 就很难。所以那么底下呢会出现一个在 HTTP 一点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一点一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一个流水线的概念。流水线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说在一个 TCP 链接里边，就是当我传输完一个文件以后，这个 TCP 链接我不关。 然后呢，我还复用这个 T C P 连接，就是第一点，它是一个复用的概念。而且第二点呢，就是原来这个传输啊是这么传的，这个效率也很低。就是说我一、e、个 T P request 第一个文件 response，然后第二个请求 response，第三个请求 response，好，这是整个是个什么？ 你想啊，这一来一回，只是中间，比如有五百毫秒的话，那好，你按刚才那几百个，那你加载一个页面大概需要至少一分钟啊，这个用户很很很很痛苦的。所以，那么流水线的概念，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其实可以并发。它的并发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在这两个空间中，我一次性就第一个 HTTP 请求，在不等第一个 HTTP 请求回来的时候，我开第二个 HTTP 请求。 这个 H T 因为 H T T P 是在 T C P 层之上的，它 H T T P 是独立的哈，但是它复用了同一个 T C P。然后呢，它这是第三个请求，第四个请求就直接这么出去了。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请求回来，第二个请求回来，第三个请求回来。然后当然来讲，它不会无限制的在这开。其实你刚才在这个页儿里面你会发现，它有的东西是，你看这个时间点，其实开始的时候一批下去。 然后等着逐步回来，这时开始第二批再下去。所以来讲，其实他在请求的时候已经是成批的了。这个过程叫流水线。流水线就是我一次发好几个文件的 HTTP，并且附送同一个 TCP 层，等着他们回来。那么中间这个东西有一个数，叫限制。就是它这个数，它一定得有个限制，它不能说你发多少我给多少。那那那个效率，就是你最后卡死了，它的效率还是很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叫流水线。所以它底下会出现一个问题，叫线程端阻塞问题。 像这种阻塞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也就是说，我发了一个 HTTP，因为你发这个 HTTP 请求以及 response 回来的过程都在 TCP 层之上，在 TCP 层之上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什么丢包对吗？出现了丢包以后，那么事实上来讲，要 TCP 层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来讲，也就是刚才这个限制数，只要某一些 HTTP 还没。 传输完成就是还没收到它的 response，这时它那个限制，比如说我限制就是十个文件，流水线一次过去十，就是连着发十个 HTTP 请求，当第一个 response 回来的时候，那我再发第十一个，那我永远保持里面有十个，所以当这十个都 response 都没回来的时候，我是不能发第十一个的。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如果前面有个大文件，整个把它把这个东西塞死了，这时候 TCP 层就不可能再有新的新的文件请求出去了。那么，对于一些数据量要求比较小，但事实上呢，对于延时要求比较高的这些应用，它就很痛苦。这就好像说你，你你去超市结账，你就买了一袋儿这嗯、个，买了一袋儿糖，然后买了一个可乐，你出去想结账，然后前面有一个人，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就是怼在你前面，然后他像小山一样的东西，然后买了一车东西，然后你你排队嘛，你就得在他后面排着，他没完你就不能完。然后呢，你还在那儿等。其实来讲，如果有一个快速通道的话呢，这这这个就好了。所以这个里面它引入了多路复用，也就是多路复用跟流水线的区别是啥？多路复用的区别跟流水线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还以超市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多路复用的话，它现在结算是这样。 我们一一件商品一结算，排队的时候，那你现在这当然没有超市这么干啊，这么干太折腾了。但是他其实可以这么干，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排好队，排成一个圈儿。好，第一个人，你拿一件商品先结算交钱，然后交完钱以后我，我直我我我我不是把你服务完我才做别人啊，我直接问第二个人。好，你你你你你你发个请求交钱，啊，交完钱以后，然后再转圈，然后转完圈从对头到对尾都完事儿了，然后我再回到对头。 我再问你，好，你你你你再拿一件商品来交钱，你自己选哪件商品，你自己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前面那个堆着一车有一车东西的那个人，他不会影响你，因为到第二圈的时候，你就手里就拿着两件东西。到第二圈的时候，你就，你你你你就完事儿了，你就从超市门口出去了。他没办法，他那儿还有一一车东西，只是先弄了两件。所以多路复用有一个比相比于流水线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那些特别轻的任务，事实上他所处的优先级高了。 也就是说，它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更快的获得了资源，而对那些特别重的那些服务，本来数据量就特别大的那些服务呢，那么事实上它也能得到服务，只是说它没有卡死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服务体系，能理解吧？那么多路复用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在服务器和什么之间，我会放一个数据块，这个数据块里面每个人可以往里放多个数据块，也就是每个 HTTP 都有权利往里放。 当然，它也有一个限制，所以对于那种大数据量的话呢，那么它要走很多个块儿，然后才能完成。而对于这种小的呢，我只要给我一两个空间，你去这一波，这一波你给我过去了，然后回来我马上就能得到返回。所以这个是多路复用的好处。那么如果有人再问到你多路复用和流水线的区别，这个地方一定要讲出来。OK，这是整个数据交互这边关于知识点的一些内容。